开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就吃这个自己做的香肠，掉了一个不要，麻辣香肠。还有麻辣霉豆腐，叔叔爱你哥哥姐姐们扔奶奶们吃饭了，点点小爱心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嗯，干嘛？没有东西。到时候这里扔出来就可以扔出去了。我妈给我的土鸡。西兰花自己买的。对。太香了，给你个吃完饭，谢谢。我给我们的鸡好吃，是吧？外婆好关心我。对。我长大了，我也要给个平板的。嗯，那爷爷奶奶不关心你呢？爷爷奶奶也关心，有时候会骂我。也是会骂你啊，下次叫他不要骂你啊。